为人的样式，谦卑自己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早晨，求主的灵能够来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学习他谦卑顺服的样式。让我们来唱这首《我要顺服》。
感谢主，他为我们做了一切，我们又为他做了什么呢？我们祷告是说，主啊，我要，还是说，主啊，请你让我为你做些什么？主啊，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？能不能让我为你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？
求你使用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，去得着更多更多的灵魂。主啊，求你能够让我们聚会不只是在教会里面，求你让我们爱人不只是在团契里面，而能够把你的爱带出教会，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里面。求你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在任何的情况之中，将我们心里面的爱不断不断的给予，不断不断的给予，直到我们力量殆尽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主啊，你永远在我们的背后支持着我们，帮助着我们。孩子，感谢你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，就在里面，请姐妹来，姐妹先来唱。Shine.